值得，就是很骄傲。对，今天真的很，大家都每一个人都很棒。
我觉得今天的特别来宾就是大家，每一个来现场的朋友们，对不对？是。所以呢，以后不只要办一场啦，接下来这个继续征服第二场、第三场，连续给他唱个七八九场。真的觉得乔欣真的好累。真心话是不是？体力真的很透支。我今天换衣服的时间也真的很短，很仓促啊。对对对，然后连喘口气都来不及的。哦，对。对，其实还蛮。也是挑战的一件事情，对不对？哦，多吃点牛肉补一下，好不好？补一下，补一下。不过呢，你今天呢也是兑现了你对粉丝的承诺，你真的穿了睡衣，你真的最后石破天惊的一脱，哎，怎样？自己满意吗？身材？其实要讲满意的话，还不满意，因为教练都一直跟我讲说，你怎么在练的当中为什么都不会胖？哦，没有练出更壮，对对对，对更壮，对，所以你教练有一点遗憾，下次可以变更大只，壮，绿巨人浩克，没有要那么不要那么大只，对对对，更稍微重一点这样子，对对对 ，OK， 那你下次该不会下面也不穿了吧？想要看的话，其实也可以哦，所以这是另外一张支票的意思喽，好。我们期待下一次的这个小巨蛋，好喽。那呢，当然这个今天呢，我们这个 B 能够成功呢，还是要欢迎这个很多主协办单位们的贵宾齐心协力的协助。所以，我们先这个欢迎这一次这个主办单位，先欢迎我们这个贵宾，就是娱乐的营运长，欢迎 Jerry 到台上来跟我们说说话。欢迎 Jerry， 你好。毕书尽，小巨蛋，毕书尽，小巨蛋。你好，钟明超。对，我非常开心，代表过去的。首先恭喜 B 终于攻上小巨蛋，谢谢。然后也再花点时间感谢这次的我们的冠名赞助天堂的博元哥，谢谢。还有牛文老师，耶，感谢新人，谢谢。然后特别用在台湾小巨蛋，对不对？是。等一下我喊别的，我喊什么？所以我就把我们最好的 partner 香港的 partner 都找回来，香港大国化的 Karen 姐过来。还有我们新加坡 Unusual 的善君姐也来了，耶！所以我们要喊毕书尽 World Tour， 毕书尽 World Tour， 就是世界巡回 World Tour， OK， World Tour， 你发音准一点好不好？ World Tour， World Tour， OK， World Tour， 好的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对，可以。好，那感谢这些很好的伙伴出来，我们一定要一起。隆重跟正常的邀请，是不管不只是毕书尽的很重要的人，也是我跟邱旭乐很重要的台湾爸爸啦，外场 OK， 对，也好，给我们欢迎亚平哥，亚平哥，亚平哥，小巨哥，亚平哥，小巨哥，亚平哥，来，真的儿子今天不简单哎，骄傲，刚刚就是娱乐的。苏某那个表现，应该未来不要合作。太夸张，不太 over 了。很难讲我的感受。这两天最后的最后的就是个关系，我一直把最后的结果交给他自己，交给团队，还要感谢非常非常多的人，包括。就是一个 Jerry， 包括天堂 M， Ever 那个游戏机子都是我很好的朋友，然后感谢大国，感谢新加坡的喜欢游戏，完成一个挑战，其实我看到每个人的付出，包括一个工作人员。包括一个化妆发型，我没有想到我的人生可以做这件事情，因为当我做艺人的时候，我也没有机会，站在小巨蛋，当然那时候没想起来，但是我也谢谢冰冰今天完成我的梦想。我觉得所有的努力都是大家的，对。然后我要谢谢啊，音乐的所有的工作人员，他们很辛苦。
然后也要谢谢福茂唱片的张老板非常相信我，因为我必须要被很多人支持，因为我是个非常叛逆不听话的，不管我几岁，然后我会花很多的钱，但是我认为这是个非常非常有诚意的演出。然后今天的第二段表现比我昨天看到的我更满意啊。最后还是要感谢所有人完成一件伟大的工程。然后我们进入2018可以迎接更大的挑战，然后谢谢所有辛苦的人，除了我以外，因为我就很随便，我也没什么事，走了很多路，然后腰很酸很累，然后喝很多酒，然后所有人都说你今天少喝点酒不要乱讲话。对，那我要谢谢，我要请我的好朋友刘国云先生，然后 Ever， 然后过来，然后林文老师明天要上来呀、啊。这边就来欢迎我们这个贵宾们，就是娱乐的 Jerry。我想所有的人都需要非常非常多的张老板支持，我的冠名赞助 Ever 刘国云先生。对，今天我坐在台上，我这几天看所有的彩排。我个人的感想是比我想象的还完美。是的。然后这个孩子呢从十几岁就教他，对，然后最后最后就是舞台交给他，交给他，今天晚上还的确发光发热、谢谢你好吗，谢谢我们的太君，我们跟他吃一下公主抱，公主抱！谢谢大家的，对 ，Karen 跟三军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对，然后成就一个伟大的艺人不容易，是，我特别要感谢，我今天六十几岁了，感谢所有的媒体，虽然我非常讨厌你们，喂，所以就不用讲了，对，我记过。你也讨厌你的公司啊？是吗？好，我们都够嘛，还在，可以的。那我还是要感谢你们啊！啊，就是我们凑钱的。张老板啊，都是我们的。对，大家都上我们。我觉得最起码我们成就一个未来的，是有机会的。没错。谢谢所有的，谢谢大家。嗯。好。反正谢谢，就这样随便啊。OK 啦，谢谢你的帅气的杨先生。谢谢